说话呀。坐在这里感觉很安全，不说话也挺好的。我要带你去御风林，就是上次办品玉活动的地方。御风林，嗯，跟你的名字很像啊。对，是我爷爷为我结婚准备的，所以就以我的名字的谐音命名吧。哦，你爷爷。那这个，你原来说你是富二代，这不对啊，你应该算是富三代。嗯，准确的说，如果我的儿子出生了，他才是富二代。嗯，对。看一看，这是客厅，这底下通地下室。这是一个厨房，平时简单的做做东西可以在这儿。底下还有一个厨房，那就是阳台了。这好大呀！以前我觉得自己住的房子已经很好了，跟这儿比，简直像无间大屋。爷以前在加拿大住过，他很喜欢加拿大的风林，所以引进了很多那儿的枫树，都种在院子里。这个地方最漂亮的季节大概是在深秋。那就只能等到明年了。不过我觉得现在已经很美了，我上次来的时候就觉得这儿像世外桃源一样。再好的房子也得有人住，对吗？所以我今天把女主人带过来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先不着急，我们去楼上看看。到这楼梯。喂，雪兰。喂，小叶，你现在立马给我回来。我回哪儿去？我回去啊？回伊水园，马上。我给你哥办事儿呢，我现在回不去。你给他办什么鬼事儿啊？今天我在御风林看他们俩了。不是，雪兰，雪兰，你听我说啊，你别激动。不是真的啊，不是你哥那脾气管不了他，你我你们全家加一块儿，然后乘以二都管不了他。不是，好妹妹，你先听我说。你别着急，好吧？这事儿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，我也不能告诉你，真的。你知道这件事多久了？你不管怎么问我，我也就三个字儿。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开车呢，不跟你说了啊。喂，喂。怎么样，还行吗？真没想到会是这样，觉得像做梦一样。那你就好好做梦吧，有什么需要的就告诉我好吗？玉峰，你真的喜欢我吗？我就觉得这一切都这么不真实。当然了，难道这你还怀疑吗？我就觉得幸福来得太快了，像你这么优秀的男人，怎么会喜欢我这样一个有过去的女人呢？谁没有过去？啊？你这么想完全是多余的，你的以前对我而言不重要。谁没有过去？我喜欢的就是现在的你。
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我呀？该不会把我当丁丁的替身吧？我没有把你当成任何人，你就是黄婉萍。不过你说到这儿了，我觉得我们倒是真的应该感谢丁丁。如果没有丁丁的话，我们两个不会认识，对吗？我一定会珍惜我们的缘分。好，喂，玉芳，你要是都已经给准备好了，跟你要差不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子月说想跟我一块去机场接你，我说我没空，他又说不去了。雪兰怎么样了？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。那雪兰那丫头知道了，吵闹要见你呢。不，她脾气你也知道啊。我说你脾气大，然后暂时把她给压住了。她要闹起来，我可 hold 不住。你抓紧时间过来管管她啊。我知道了，回去以后我第一时间见她。行了，就靠你了。哥，你可算接电话了。怎么了？找我有事吗？我看见你把他接到玉峰林了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不用你管。你别以为我会怎么样，我是为了子月姐。你这么做，子月姐会怎么想啊？这事儿不能告诉子月。哥，我不能看见你自己毁了自己呀！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告诉子月姐，除了她，没有人能阻止你了。回来了，马上吃饭啊！子月姐，你坐。怎么了？我有个事儿跟你说。你说，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子月，子月，子月，真的是你啊！子月，想我吗？嗯。吃饭了？没呢，我刚做好，一起吃。有空的话，我想跟你去说点事儿。